消息报道，因涉嫌违反毒品取缔法而被逮捕的嫌疑人泽尻英龙华在接受警视厅调查时供述道，至今为止一直使用大麻、MDMA、LSD 和卡因。警视厅认为泽尻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种违法药物，正在进行调查。非凡娱乐实时报道。This is fucking